PS5 终于可以用鼠标和键盘玩游戏了。我们都知道 PS5 默认它是能够识别键盘和鼠标的，但是只有少数极个别的几款游戏支持鼠标和键盘操作。市面上绝大部分游戏，即便是 FPS 游戏，也只能用手柄，使用右摇杆瞄准，很多玩家很不习惯。现在通过这款外设叫 Monster 转换器，可以让几乎所有的 PS5 游戏通过鼠标和键盘来游玩，像 Apex、 使命召唤、战地、生化危机等等，都可以用键鼠来瞄准来操作，而且可以通过 APP 软件映射键位，比如鼠标移动是瞄准，鼠标右键是开镜，左键是射击，键盘的 ASDW 是行走， F 是拾取， R 是换弹，玩起来和 PC 上差不多。我这个键盘和鼠标都是无线的，在游玩过程中我感觉不到延时，和电脑的延时也差不多，因为我这个鼠标它是1000赫兹的回报率，和普通的有线鼠标也差不多。这款键鼠转换器它的回报率也是1000赫兹，它除了支持 PS5 以外，它还支持 PS4、 PS3、 Xbox 还有 Switch， 在这些设备上面使用键盘鼠标来玩游戏。关于这款外设如何安装、如何设置，详细教程回头再和大家分享。